公丹与朱凤，将年轻岁月一生美好的英雄篇章，就算身陷木台困境，也能因下注一血以天真，将残酷抹去。你最不应该是将咱共同的理想破碎。林中雄凡是以斗争，将英雄篇章变雕成一块不堪回首的岁月残篇，记忆与画图拢是一股沉重。我送到刑天太子究竟，将他进入死。无奈送到大太子刑天，今日前来只有一丝伤口，无事。听闻洪敏王家乃洪敏变声为王强丁，以前有十日前已得到王家，却是一欲私吞，不知这对赤王来说是不是有逆反嫌疑？他有逆反嫌疑，也是我想之事。你千里迢迢而来，必有其他的企图。我洪忠心中盘算，一并说出。赤王真是单刀直入，那刑兵也不宜回路。洪敏王家一再目如天将之人，破天之行，唯有我刑兵知晓如何处置。只要你能将青玉石解决，洪敏王家便能顺利回到赤王之手。为何你执意要杀青玉石？青玉石残害我不孝兄弟，这仇一定要报。你辛苦多了信息，我真感谢。不过后面变小姐的习惯，我向来相信宗教，只要你是宗教，我就相信你。我要如何向你证明我是宗教？一头不倒。轰轰杀无，两个人对视着一股武者血气，剑断一风，饮着色彩，随着沙漠的风，创造着沙漠的剑光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一剑如霜，天兵挺起对红面剑下，敌势东风，双方用心对决，将开启最硬的片段。天兵下令有所对付，再次高飞，直入武艺阶段，名声远扬，有敌一连串精彩秀秀。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的戏《霹雳开天奇迹创新篇》第16章《无教必光》。